到现在你干过一件正经事儿没，刘能宝？啊，我说错你了没？你没说错呀，所有菜不干了吗？那我觉得你说的对，面子确实自己挣的，我也该干点正经事儿了。你工作都辞了，你干啥去啊？这不用你管了吧？哎，咋样，辞了没？辞了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我一个月给你开七千，你还犹豫啥呢？走吧。哎，哥，嗯，你给我说说你到底让我干啥的呗？咋了？还要求你啊？那不是，主要是你给我开这么多钱，我。哎呀，就放心吧，你就往那一坐，等客人来找你就行了。那我，哎呀，主要是我现在缺人，只要你愿意来，我再给你点干活。男人嘛，你不得有点自己的事业，是不是？那倒是。走走走。咋样，这规模行吧？这就你说的事业啊？哎，别走别走呀，哎，这吧，哎，别走，走啥呀？你这不就收破烂吗？我干不了。收破烂咋了？你挣钱要啥面子呀？啊，再给你涨一千行不行？再涨一千，你出去穿好点，谁让你干啥呢？我干不了。哎，这就你说的正事儿是吧，刘志满？我，你可真有出息。这咋了？我在这挣得多，回头他还给我干股呢。那你留着干，你走啥呀？我谁走了？我出来熟悉熟悉环境不行啊？行啊，你想去哪儿？我陪你转转。我突然又不想去了。那你回去干活呗，啊？我本来就要回去，用你搁这说吗？啊？我现在就回去。